本二十八日17:30，民众报案，台十一线61.5K 北上车道有大破洞。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前往现场，拉起封锁线，通知公路总局前来处理。初步研判，因海水冲刷影响，造成路面掏空。于28日20时封闭双向车道，于10月1日12时抢通，呼吁民众在修路期间，请配合公路总局管制时间，不得强行通过，确保自我生命安全。